有一派印度民众则是对医院的环境有疑虑，宁可点滴挂树上，躺树荫下接受无照医护的治疗，又或者像这名三岁小男孩一样，家属买氧气瓶在家自我隔离。至于目前还健康的印度民众，则是蜂拥至施打中心强打疫苗，怕一旦染疫真的没有救。